家人们，新推出的第五代消音打灯器，不用电不用油，水泥钢板墙面轻轻一按就完事，想要的来我播间吧。以后在墙上安装固定东西不用打孔，就是用这种打钉器，它不用电也不用油，装上钉子按压就可以打钉，非常牢固。水电工木工安装固定东西都可以用它。今日下单明天到货，每一把都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趁着厂家直销，我又多买了两个。这个射钉枪呢，多送您两包钉子，而且不到一顿饭钱就给您全国包邮送货上门。家人们，把你家的老式工具通通扔掉，这款全新升级打钉器你还不知道吧？以后在墙上固定东西不用打孔，无论是装空调内机挂板，还是装摄像头窗帘固定，这个东西打水泥墙、打钢槽轻松击穿，而且打木板也不会开裂。用这种打钉器，不用电也不用油，安装好钉子按压就可以轻松打钉，单手操作威力十足，让你干活轻松又高效。家里没有的，抓紧时间备一个，今日下单，厂家直接送货上。